下来121路公交车后啊，就一块路标，斗母泉，72名泉最高泉，啊，右走，4988米。这里啊，可能是王家峪。这里是老坡村村委会。由于斗母泉公路正在维修，所到斗母泉的车辆请绕行京铜山。挖掘机啊，横在了路上，车辆是过不去了。咱是工程人，不碍事儿。山底下那个村庄就是老婆庄，西边呢是这个济南绕城高速。四周啊全是绵延起伏的山峦，弯弯的山路啊绕了一圈又一圈，没有啊见到第二个人。路边的草丛呢突然飞起了几个大鸟，扑扑棱棱的翅膀叫着就飞走了，吓了我一大跳。这时啊才看到几只鸟飞起的地方有好几座坟头，心里啊不免胆战心惊起来。这路走的对不对还是个问题，想找个人问问呢，可是也没有人，退也不是进也不是，既然来了那就要上到顶。前边有个路牌，是不是到景区了？原来是个泉水小院的广告牌，但是小院里也空荡荡的。这边有些景观石，是不是这是景点的标志呢？哦，这里是卖景观石的。现在的心跳到多少了？刚才啊，看到有一个如同景点一样的个建筑，石砌的台阶，宽大精致的平台，我以为终于到了斗母泉景点了，急忙抬脚就进，仔细一看，我顿时毛骨悚然，身上起了不少鸡皮疙瘩。宝山生态陵园里边一排一排的都是坟墓，吓得我急忙离开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还有两个大狮子。应该是进村庄了。哦，这是西坡村。斗母泉村啊是由八个自然村组成。这是八个自然村当中的西坡村。哎，老师，请问一下，这是斗母泉村了吗？你啥都没啊？啊，就顺着那个路标杆儿啊，直接就上到上山沟里去。还有多远？哎，还够一里十几吧。一花里是吧？不，还够一里地。一里地是吧？这个庄叫什么庄的庄？这庄叫西坡。西坡也是斗母泉的是吧？也是斗母泉。哦，好的。泉子前还有水吗？现在？哎，泉子有水。有水是吧？哈。好的，好好好。这个时候啊，我悬着的心啊才算放了下来。几次啊，在半山腰就想退回去，现在庆幸啊，坚持下来了。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我是你的你。
理不清关系，道不出头绪，我为你着迷。